五组选手上场，但在魔王军团的夹攻下，六班仍无法突破僵局。战友们纷纷落败，台上选手也陷入不安。在如此不利的情势下，六班还有机会反击吗？第六战，边平线请出列。边平线，你告诉我，你的预感是你会留在这里，还是到台下去？ 那里，哦，有车不错啊，哪里啊？那里，哦，在台上是不是？好好唱，好不好？说不定有机会。你知道人生就有奇迹发生的嘛，很难讲。下一个，说不定他口水给到一句吐槽，或是他突然这样发台文忘了歌词，说不定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马上抽出你的对手，边平线，你希望抽到谁？我。 张新杰学长，哦，哇，你要挑新杰学长啊？因为我想要男生比较好。哦，事与愿违，但也是心之辈的。林心宇，请出列。李姐好，嗨，好。 心怡学姐好，这个歌唱实力大家都知道了，好不好？已经是一等一的水准了。边平线今天选的是什么歌？康康的《或许你是对的》。哦，《或许你是对的》是林心怡。对，心怡学姐选的是《Alin的位置》。哦，好。 那学姐，既然这样，其实我觉得不一定，我们这边说一定要赢什么，最重要的是能够从前辈的身上学到应该学的技巧，好不好？你就好好展技吧，掌声欢迎我们的学姐。接下来，杜花进诠释细腻，评审越听越陶醉。这副歌真的诠释的非常好，而且原来小胖在一开始 A 段的时候他睡着了，但是呢，你竟然可以在最后的那个 part。 他醒过来了，他是整个非常惊讶的看着我，他说：“怎么这么好听？”杜杜让袁惟仁老师赞叹不已的演出，能否为六班拿下胜利呢？追寻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容易，但不管离目标还有多远，我会继续走下去。我是苏子瑜，我在超级。 心怡学姐将与学弟厮杀，歌越唱越好的她，能借此交手激发边边内在的潜能吗？我曾经相信会遇到那个人。 多希望这是别人的。
谢谢。接下来边庭线演唱，或许你是对的。